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，市长，你全部答对，你们这个团队真的是给你们100分，哦，好开心哦！你好，怎么讲？罗家书钱比啦，哎呦，厉害呢！打来盖，打来盖，哎，那么厉害，都是在讲你了哈。很需要落实市长的德政，就是全民原教的方式，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辨识各族群的一个服饰，然后那个进而认识原住民族16族的一个服饰的一个特色。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，4个人通力合作，将16族我们的那个服饰的正确的答案哈，赶快改一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第一个泰雅族是对的，第二个泰鲁格族，第三个赛德克族，第十个就是市长，你之前我咨询你说你穿的整套的卢凯族，第15个格马兰族，第16个雅美族，市长你全部答对，你们这个团队真的是给你们100分，哇，好开心哦，哎，不好做，来，接着是什么呢？泰雅族语时间哈。这个下面的首长哈，不要自己批公文的哈，等一下放出来的时候，我有可能会考你们哦。好，市长，我先跟你讲，这个6句哈，6句放出来的时候附送哈，我讲一遍之后呢，你再附送一次，然后最后我会从这6句里面考其中2句。好，这2句哈，将来我跟你讲，所有的直辖市的市长以及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。每个人都要会讲这2句，不会讲的话哈，就没办法当选。你好，怎么讲？罗家书。哎呦，厉害呢！还有一句，对我们原住民来讲非常重要，对原民会来讲更重要，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哦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。有这个东西之后，才能够推动我们的教育、文化、经济、产业、社会福利。那是什么呢？4句，钱。比啦。哎呦。哇，那个这个也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的话，然后我在这边送市长一句话，打了盖那么厉害，你打了盖打了盖那么厉害，打了盖打了盖那么厉害，都是在讲你啦齁。